是任务的委托人，希望我们能在雀德游戏后天公布第三季度财报之前，提早拿到他们的核心财务数据。但这份资料被他们的财务总监单独监管，为了避免系统被黑，他也从不在电脑上留底，随身携带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突破口在哪儿吧。他的助理艾玛是有机会看到数据的最佳人选。最近一次和他相关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那这张是艾玛前天晚上10点发在朋友圈的。嚯，深夜放毒啊！你先看看机会，倘若不行，再往前找就要追溯到上周，财报数据可能就不是最新的了。有戏？有。且仅有一次。第一，你只有12个小时。第二，要完全听从我的指挥，不能做出任何改变。第三，哎，无论过去，不问将来。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都念叨多少遍。我负责进入照片，你负责给我带路。准备，出发。住手！